definitely is going to provide logic for the students to be able to evaluate their algorithms. 我是同济大学汽车学院的一名学生，有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学院里看到了韦斯通算法竞赛的报名海报。因为我个人呢对自然驾驶十分感兴趣，也同时十分看好这一领域，因此我就报名参加了这次比赛。 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提高我的算法编程能力，同时也对未来的工作能够有一定有益的影响。我是同济大学汽车学院一名大二的学生，然后我是通过创新基地的一个推送来了解到这个比赛的。就是组织了四个人，然后和我一起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团队，然后来参加这个比赛。总体而言，我认为我们团队的实力还是比较好的，所以说我认为，比较有信心能够在这次比赛中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。算法马拉松，让我们一起加油！